地都是阳光露脸的好天气，清晨西半部地区是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，而透过雷达回波就来看到了，中午过后要特别小心的是中南部地区，还有大台北跟山区的部分会有雷阵雨，尤其是山区的雨势是最大的。至于温度部分呢，在宜花东地区是有高温的特报，温度都在36度以上，而新北、台北、台南、南投也要留意，现在是有黄色的灯号，外出要注意防晒了。而明天受到高压的影响，水汽会减少，周末天气会再飙高。高温可能会来到37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